每次都可以让你感受这么深，因为我深到这种事情可以，我们可以讲吗？分享，就是我我们没有那个任何立场，好，没有任何立场，我只是就是我觉得据实讲，因为我为什么会觉得除了这边我这边很重之外，那一天就是又很酸痛，就是跟处理之前我有好过，然后又酸了起来，然后那天洗澡的时候。我在我家哎、欸，我在我家哦、喔，对，我在我家。可是那我回来的时候，台湾变得很冷，对，台湾变得很冷，对。然后我就洗澡的时候，我家的是干湿分离的，那个门就是一个是有滑轨，是要关起来，关起来会有叩一声，对。然后因为可能我那时候没有想太多，我一直以来洗澡，我都没有去在乎一定要关到最紧，所以我不确定我那天到底有没有关紧了。然后就是干湿分离，我就开始，我就脸红头，我就开了，就是因为很冷，我就开很热的水，对，我就在冲，然后脸红头的位置是对着那个门，对着那个位置门的位置冲，我就冲，然后突然那个门是，很用力的那个卡，自己关起来，对，你叫小军敢洗澡吗？可是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就没事了，对，他那个他就不洗澡，对，然后那个门他就这样卡，然后我就。是不是热胀冷缩？对，我想说是不是热胀，因为我好理性啊，好理性。对，我跟我男朋友讲，我男朋友也是说，就是因为现在很冷啊，然后你那个水又一直对那个冲，那应该是热胀冷缩。可是我就跟他讲说，那个门不是这样咚咚那种热胀冷缩，不是砰的那种声音，是关起来的那个声音哎。而且我因为我是看不到的，所以。我还是转错频道，对，没有，因为我没有，因为我其实不会，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过。然后我那时候还这样打开看外面，好可怕！不要走，不要走。就算我在国外饭店，我也都是就是心存正念，所以我都会打开去检查，我一定会打开去检查。然后确定我才会再关起来。你就是跟那个恐怖片里面的女主角一样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就是想他要看，我就是要看。讲完再通知我。完了啦，讲完了讲完了。没有，可是我不是会遇到那种人，所以我想说，哦，这个思维这个更恐怖。对，对，就有人说什么喊我名字，什么只有一个人，好可怕。对，然后反正我就也不觉有他，我就快点洗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反正我们最近真的，我跟我男朋友运势都有点低迷，然后就也吵架这样子，吵架，然后他吵完架之后，我们和好之后，他也是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会想要吵，生气成这个样子。对，就是结束之后觉得，哎，那根本没什么好生气。对对对对对，他现在应该也在听。对，还想说我会不会讲出那一趴？对，好好，对他，他很会看直播，对对对，很会看直播，而且他都有认真在听，有时候他会问你们的问题，对对对，就是会问说那个谁谁谁，他说小曼看起来很高哎，他几公分啊？他是高个儿脸呢。我说他男朋友也会来看直播，你姐就是他男朋友，男朋友。怎么知道自己运势低迷？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不舒服，我去收精，然后阿姨就有跟我讲说，我运势低迷，就是身心状况都不好。对，我身心状况不好，做什么感觉都提不起。对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你这样子，你是不是就是一直心神不宁？因为我讲完恐怖事情讲，他说他跳出来好多次。还没，然后再讲完了，我想说就是，因为我刚刚自己也有觉得我有好像有点平静到一个太夸张了，所以我想要。老实的跟他都没反应，我都不知道怎么。对，我想要老实跟大家讲我的状况是什么，因为我好像我不太好意思自己在那个现实上面分享或什么的。好了，我讲完了，讲完了，很好，大家会怕、欸，有够可爱的，没事。如果我一个人在家看直播，我真的会不敢听。对，我没事。恐怖，你在洗头，原本这样洗都不敢底下。你别这样洗头，很可怕。不是，还要跟我讲点可怕的事情。对他们说，他们回来收，真的、啊、收进完，我就觉得我心里关门了，缺了砰砰砰，可以开声音了。对对对，我心里，他说哈哈哈，我真的很害怕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，因为我觉得我去结束了之后，反正一整个结束了之后，我自己就是心里平静了不少。可是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就我今天就是特别的，他今天很 peace， 特别的 peace， 完全就是没我没有完全没有消萎在脑袋里面。就是我讲出来的话都有够真。
正常的，我自己也觉得很惊讶。被记下。对对对，他说我不要听。吴淑宇，你没有画这么多过。我也好怕，不敢。对，没事就好，没事。最近也是肩颈，那你要不要去看瘦瘦精啊？对啊，我觉得肩颈很不舒服，真的是一个，我要再讲一个很可怕的事情，因为啊，没有要经营，没有，我是提醒大家，我是提醒大家，我上网查的，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怪力乱神乱讲，但是就是大概他们的资料是这样，他说，因为他如果在你身上的话，他会在坐在。他会待在你身体最弱的地方，就是四肢，所以你四肢会冰冷。然后你肩颈，他说脊椎是最弱的地方，所以你脊椎会很酸，就他在那里。你讲完了，我说哇，我出去，哇，很怕，讲很我要疯了，我流汗了。有那方面呢、啊，就很小朋友坐在肩上，很可怕。可是我们看不到，我们只是可以感觉到，就是你会觉得真的是紧到，就是你去按摩，你都是舒展不开的那样子，就永远在说那个节目，你会很希望有人把你这样子折，这样子折。要不然你会觉得，那你真的酸到爆炸。都市传说，都市传说。对对，说我今天就是，我今天就是去买了自助餐，去跟他和解了，去跟他和解，就不会和解，就没事了。哇，那很可怕，超可怕。今天要许我。好了，没事，我们介绍衣服好不好啊？好，我还没回来，我今天可能都会很平静，所以大家习惯一下。我也希望我能快点回来，感恩媳妇哈，感恩媳妇，我们来我们来介绍，对，我们谢谢哈，你先要讲完鬼故事啊，对，然后我又直接来收尾，有点臭僵子，每次我都在很热的时候拿来，咪，咪，明明说他那件衣服很厉害哦，对，这件衣服穿起来很厉害、哦。这件吗？嗯，他穿起来，因为他穿起来，对，比较丰满的女生。然后我，这个只有两色，对，你看大家还在那边余悸犹存。这件可以，有人回来了，你们回来了，妹妹你回来了，你看他赖志颖如此的美丽。皮带什么时候上？皮带什么时候上？应该预计下礼拜可以上。对，下礼拜、嗯、下礼拜可以上，预计80%。而且我一直没说，我跟他们一讲。而且这件是超漂亮的，要怎么绑啊？这个你收到的时候会是这样子的，但是它分开的，对，它是分开的哟。你看它这里一片、两片，对，这样子交叉，对，交叉完，然后把你的就是肚反绕，先绕后面，再绕后面，然后再绕外。哎，咪咪，有得绑，我可以穿，你看。如果你看比较丰满的女生，其实也是你也是可以穿吧，可以穿，她穿超袜的，但是就是哎呦，已经止，什么意思？口袋白白是什么？是她的造型，对对对，所以现在看不到了，对呀、啊，口袋白白的，所以现在看得到吗？现在看得到吗？还有，大家看得到吗？所以现在还在吗？现在还在是不是？哦，还在。哦，不好意思。然后它这里，它就可以依据你的那个，你里面就穿一般的平口小贝尔就好了。小贝尔，小背心，小贝尔，小贝尔，平口小背心。然后就是，其实我自己里面其实也是穿平口小背心。对。然后它没有那个。大家还在怕，不要怕，回来哦，回来，不要怕，回来哦，回来，回来，已经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对，好了，刚刚说有停住，看到，好，可以了，然后你可以这样子，它其实这里都有做那个小，很微弱小小的公主袖，这个都有弹性的，嗯，哦，整个弹的，你也可以穿，然后它就可以，你就绕你的腰，然后绑一个蝴蝶结，蝴蝶结绑的真可爱，对，刚刚卡卡的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好了吧？好了，应该好了。然后这里有做这个，也是松紧，而且它是就算七分袖吧，七分袖，我觉得还蛮有点早春的感觉哦，而且早春就会想要碎花格纹啊。蝴蝶结可以绑后面吗？可以，会比较长，对，会比较长的蝴蝶结，你要绑，对，有两个很长的耳朵，像你的腰那边会比较短一点，对。想
长裤，想要可以啊，穿高腰裤这样子，后面可以吧？可以。可以，可以，可是就变成对，可是它就是后面太长的感觉，对，然后前面就这样子，就比较短，对，可是就比较不容易卡住，它就是两片在这里而已。可是这个很危险，绑后面很危险，绑后面哎，这盘在还在你后面，有人在一拉，你就这样就卡掉嘞，非常危险，谁都没拉，谁都没拉，就是小屁孩就会这样子手贱的嘛，小孩子不懂。他就有两块，他就有点阿姨的衣服，阿姨的衣服好奇怪啊，然后就拉拉下，什么材质？棉麻的，嗯，他白小军进来要分享，要不要断？没错。然后这件裤子刚刚有人很 cute 问我说：“白白这是什么？这是他的造型啦。”对啦，造型。对啊，就是故意做那个。他是故意的，本身设计就长这样子，他就这样子白白的。哦，他是不是超漂亮的？我穿 M 号，我觉得他是小野马的同伴。对，真的吗？它是小野马的版型，超漂亮，没有破破，没有破破的小野马。然后它是啊，因为我那时候我在看这件裤子的时候，我就问他说，为什么这都只长这样嘛？对，因为它其实这是跟着韩国的款式做的啊，它这是韩版，它是原版就长这样，所以他们才做这样，就是好像故意有一个那个翻翻的感觉，口袋内里就是这边就没有牛仔布，对，这是它的特色。对，然后它的版型穿起来，因为。它我有试穿，我也是穿 S， 因为小野马我也是穿 S， 它就它的版型就是腰头这边是合的，对，然后这边是宽的，这里对对直筒宽，然后你下面也一样，就可以像小军那样卷起来，或者是放下来就落地。这款我穿 M 号，你穿 M 号为什么？你想要特别松一点？嗯，其实 S 可以，其实 S 是可以的，可是这样大腿的话，我大腿就会比较合啊，所以我就带，我那我穿 M 号长这样子，我是穿 S， 对对，是露肩设计，你也可以这样子。好的，非常贵，对，现货非常的舒适，现货难哎。介绍完了，吴淑宇正常了，他说好瘦，好瘦，耶，啊，讲完了，可以让有人收到你的礼物了，真的 ，VIP 的礼物，说爱你，说爱你，感恩啊，感恩啊，就是我发写的嘛，我发写的，对对对，对我就是每天都在那边重复的写，就写完就睡，重复的谢谢着大家，醒来就睡，对对对，好醒来就睡，写完就睡，你知道写那个好像在写心经，然后再反省，反省自己就是这一年做什么鬼事情这样子，对。而同时你也认识他们呢。对，我确确实实有认他们，然后我不是对啦，反正有一些我比较熟悉的面孔，所以我就会有特别的。另外一些特别的有感而发的写一些屁话，写两张 A4， 写作文，依旧是那个卡片里面就是仅有那几行嘛，对对对，我就把它挤满。地狱，地狱，我已经写好了。Sorry 哦，因为我认识你，所以就是我都会把它打三角形，比较后面写。可是我开始就是。心开始很不安，我也有可能是这样，运势比较低迷，就是心越来越不安，心越来越不安。说怎么会认识的，反而放到最后才写。对，所以我从刚刚还在赶，然后还一张美惠的还在我手上，我名字可能还下不了手。然后必须的有回来一点有回来有必须有。难得露露讲话听起来成，我超诚心诚意，感恩感恩，我超诚心诚意，我想到他，他们对我的评价好两级哦，对，好两级哦。易容的我写好了，然后那个谁，对美惠的呢？你等待是值得的，我等待是值得的。他写三张 A4， 我给你画一幅山水画给你。对，好，乱讲的。是2019归零是吗？有这回事吗？我们这么紧吗？一年度的会归零，但是总累积总累积是不变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一日 S V I P 永远 S V I P 吗？没有吧，它还是要在今年吧。累积对，如果你2018是 S V I P， 然后2019你完全没消费，那不好意思打回原形哦，打回原形，好残忍哦。你2019要继续爱戴我们呐、啊！我有相信他会。我有收到一些，就是收到卡片，然后他们就是有在回你，对，回私给我，啊、他们说要用新台币再砸我，砸我说感恩感恩啊，快砸我，又有点想要砸我，没有这么喜欢过。有没有 SSVIP？Fish 问说有没有 SSVIP？ 目前没有。目前没有。
我跟你讲，不是因为你生两个孩子，你就是 SSD 哦。没有，我们目前没有。双复数吗？对对对，来咪咪介绍这件，我觉得很漂亮。真的、嗯？对，这个是雪纺长洋诶，我竟然可以穿诶。你可以穿耶。有这么惊恐？对啊。没有不惊恐。哎，老实说有点小小惊恐，因为你看他本人这样子。对。他本人这么细小诶。对。你看有空间诶。这边是松紧的。你看。对，我觉得超漂亮。为什么我会拿这款？为什么我会拿这款？很修饰，因为之前像这种洋装，中间不是都做抽绳的吗？就我喜欢拿有抽绳的，因为你这样子中间有松紧的话，你看起来就是比例会很好，因为觉得腿很长，因为你腰就在奶子下面啊，对，就在这里。对，然后我想说，有一些人像我自己啊，我自己有时候弄那抽绳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觉得会不舒服，因为它毕竟还是绑住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松紧的很好，你看，完全不错。对。我记得我们有一个 SVIP 是尹怡，陈尹怡会，对，今天那个，对，我要记得你们的名字。对，尹怡她就超喜欢洋装，对她好会推荐她，对对对，因为她的身材穿洋装很漂亮，很可爱。帽子是新的，对，帽子是新的。然后她还有一个，我觉得她的小细节是这个，它中间是扣子的，可是它的扣子的也是弹性的，所以它不会爆扣。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厚遮住的那个厚点，遮住它的那个，它一块小背景就是的。对，它这边还一块，有一块是背阴影，这边不会有点遮住，不会，对对对，不会曝光，就是不会在中间。如果它没有这块的话，就会这样子，就会这样子一个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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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。它的花纹是花吗？然后它这个料子啊，有没有？这个是不会透的，完完全全不会透的。它不是因为它深色不会透，而是它的料子是那种厚，比较厚一点点的雪纺，是不会透的那种雪纺。对，漂亮。然后它的版型，我觉得它穿起来很修饰，对，因为通常这种雪纺的那个卡层会很大，真的，这个不会，穿起来好爽，对，它是整个散开的，对，而且它的袖子是这样子，也是做复古，有点水灵袖。对，这个颜色对，小公主这边有个小公主袖，小公主肩膀这边做抓褶，然后袖子是这样水滴，很可爱，顺顺下来的。对，漂亮哎，我觉得这袖子也是松，有松紧的。对，然后就这两个颜色，两个颜色，两个颜色很可爱，穿那个白色布鞋也非常漂亮。对呀，它应该没有内里吧？哎，有，有啊，可是它内里是短短的。小小的，小小短短的。哎，它咖啡色是白色的还是一样黑色？一样是黑色。对，可是它内里是舒服的，它其实不会透，不需要内里，但它还是做内里。对，还是有内里。它还就是蛮撩钢的，蛮搞钢的。好像很少这种洋装有内里。我觉得这件很漂亮，我等下想过来也来穿穿看。好啊，没穿那个黑。对对对，来，我要介绍我的裤子。有人叫我穿这件裤。这件裤。颜色好好看，对，我觉得它颜色超好看的。介绍来了来了，那个哇，这个板子有比较小一点，剪下来 L 哦，这件 L 哦，可是好看起来没有 L 哎，是还 OK 吧？很直，是不是？很直，因为它的版型是不是就是很直？对呀，好好看哎，这个。然后，但是它。我觉得这种版型啊，这种版型，而且它没有弹性，这种裤子，比较推荐，就是腰臀比较没有差别那么大的，因为像我啊，你看哦，我这边就会那个后面太松了，后面就很太松，因为我们必须要将就你这个臀部，所以就是裤这个腰头要稍微放松。可是穿起来好瘦哦。对啊，我觉得蛮直的吧，应该是直。对啊，对，韩网都是这种前阵的，对，很好看，因为这是2019新款的春天的裤子，刷色是不是很漂亮？超美，我觉得超美，好看，这件很漂亮。它这算是，它像是又瘦了，你看吧，就说这件很显瘦，是不是完全没瘦哎？是猪一个，这件真的很好看，完全对啊，完全是猪一个，竟然还是会被称赞瘦，我也是觉得很奇怪啊。对啊，所以这个裤子是真的显瘦，而且我穿 L 哎，我还另外一件裤子我要穿到 XL， 我都不知道咪咪怎么活，他到底出来一件？对啊，你不要逼我了。好，我不要逼你，等下下去再逼你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刷色真的很漂亮，非常非常推荐，非常非常推。它有点像是我们去年那时候春天卖的那一件。我想起来了，
哪一件啊？春天，有印象吗？我好像是那种失忆的人，突然想到什么一样。对啊。然后我们还在失忆。对啊。去年春装，然后有一件裤子也卖得非常好，然后是那个 Quina 穿的。嗯，然后配白色头。对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好像就是他哎、欸。我们三个还在失忆中。没关系，反正就是跟拍知道，然后他一个老大哥的一个姿态在讲说，对啊，就是那一个。那件版型也非常的小，对，突然好像对你有没有印象？对，然后我觉得那件超，就好像是哎、欸，好像是它，这个没有弹性，没有弹性哦，完全没有弹性。我身上这个是神回，这件上也很好，然后卖现货，那这个之后就不追加了。不要去拿神回，这件好好看哦。哎，给你们看，切短，我超喜欢那样子，大件哦，对。这种大件穿起来就是九十瘦哎、欸，你不要穿下来，我也不想穿下来，九十瘦，九十好瘦、哦，是你会穿的衣服，是我会穿，因为真的很瘦啊。这套是你的哎、欸，对啊，这套是我的，而且没有露出来的部分都是瘦的、啊，露出来我这样子穿是45公斤，然后这样子脱光光是56公斤、啊，对啊。好看哦，我认不出，超好看、欸，真的有豆遮屁股哎、欸，衣服有其他颜色吗？有，我好像拿了四个颜色吧，对，是吗？对，四个颜色。对，我的颜色，因为我没办法割舍，我本来要穿那个浅灰色，但是浅灰色，对对，它哦，你穿衣服了，对，我喜欢这个颜色。有人点咪咪穿，等一下，这个灰。对，我其实本来是想穿这颜色，但是刚刚不知道被谁抢走了，我也懒得跟他计较。在排队，哦，原来是春装了吧？对啊，对，黑白好好看，然后这个好看、哦，铁灰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要诚实，我忘记跟大家讲。这个领标也很丑，但是你拜托你忽略它，我觉得它真的很漂亮。这个有拍到吧？我们的领标很丑，嗯，对啊。但是我觉得这整件都很好看。没关系啦，版型好看。我觉得我不在乎啊，我自己如果就是看不顺眼，我也是把它拆掉。对啊，自己把这边开叉超好看的，而且不会开到腰哦，它完全它不会露腰，就是非常刚好。这个太难选，造毛衣可以，造毛衣很好看，你真的是内行人，内行人。对，我去造一件毛衣，我造一下毛衣，然后我要等妹妹进来，等你造完，我们来玩游戏好不好？对，因为那里面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女生在那边换衣服，乱七八糟，还好我们在那边。两位而已，那你进来，你再介绍。推手的时候，我再去穿一下白色。你这边穿什么尺寸？来，跟你一样。我穿菜了，我是外上衣的上衣，忘记自己要说什么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这个上衣它是有这个很可爱的袖子，我觉得就是很有气质那一种。可爱。对，它就是袖子是这样喇叭，会算荷叶的嘛。然后跟它的这个领子一样是荷叶的，都是雪纺的。对，整个是雪纺，美哦，雪纺透透的。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如果你里面穿深色，有一点露出来，其实。就是会比较性感一点，其实还 OK， 我觉得很 OK。现在可以买，太阳搭那个毛衣。对，这个外面再搭毛衣，就像子子刚才穿的那样，你就会变得比较可爱。而且它的这个袖子会露在毛衣的外面，你就是也很有特色，对，很可爱。然后两个颜色，还有我的裤子，来，就搭。好美的，两个颜色，它会自不由自主的卷舌。喇叭好美，裤子喇叭超美的。你穿什么尺寸？我穿 M 的、欸，因为我想要扎这个衣服。S 的其实也可以，但是我觉得 M 号比较好活，就是蛮弹的。你看，对我就是感觉很弹。它其实很弹诶、欸，对，它很弹，它是很弹的。然后它的这个喇叭，要来一段武力对决，让你看起来很细，你们不要让我歪楼。看起来好长哦，你的腿。有人想看妹妹整身，等一下再穿给你看。你要脱光它吗？脱光没有，把它光它，直接把它推出去。好，可以，对对对，把它推出去就好了。被抱走了。妹妹，据说我很像踩高跷。你要来一段吗？因为这个好飘哦，好可爱。因为它这个。穿这个，我不要穿高的也可以。可是我觉得这样搭有点跟的，对，这样看起来更长，这样比较漂亮啊，你看起来超瘦的。对，它这里是有两个车缝线，所以屁屁面好漂亮哦。那正面呢？正面更好看，它是有口袋，它是隐形拉链诶。对，它是在前面这里，它拉链有这样改起来。
对，所以你是看不到它拉链，它只有一个颜色而已，有弹性，而且这个有口袋很方便哎、欸。对啊，像这种素的裤子没有口袋就很麻烦。它的版型是偏小还偏大？正常，偏小还偏大哦。因为他有弹性，我会穿 S， 可是我这个穿 M， 它是，因为它是很，它是很合身的版型，很合身的。如果你可以接受，就是你喜欢这样子很合身的话，你就拿正常的。那如果你再拿大一点点的尺寸，大一个尺寸，我觉得比较顺啊，比较不会看到内裤很难写的，我自己觉得。所以我有拿大一点，有很认真。为什么那么认真呢？因为露露还没回来。那问小君啊。好啊。哦，这个是超可爱的，这是很少的颜色。黑色在咪咪的身上。好。它是有点厚度的。对，它跟那个上次韩国连线的不一样。它之所以不一样，是因为它有一点小魔猫。这件超可爱的哎。我喜欢这个绿。它脚掌看到吗？你看荧光绿。真的吗？可我要去哪买啊？现货哎。那你叫你男朋友帮你下来。这个，而且你看、哦、我全部拉出来，它其实是宽松的，然后它跟那个不一样，它没有开叉。嗯，对。好看哎、欸。它没有很 V 哦。有哎有哎、欸欸，这里有一个小弧度，这样子。所以有点圆弧。对，然后这一款只有三个颜色，黑在咪咪身上，先给他看白跟绿，黑色、白跟荧光绿。想请问一下，衣服是怎么扎才好看？扎给你看。好，其实你如果有的人不喜欢全部扎吧，对，就怕显臀然后什么的。然后如果说我的话，我就直接扎，这样子正前方。前点点可是也有人会这样故意做斜的，这样子扎斜的。还有一个斜的，那个天的扎法。对，只是那个扎法是什么？全部放出来，全部放出来，然后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这样子也是可以。但是我很多女生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吧，又出再多一点，对，再多。我努力，这样吗？对对对。但是它这个啊，一般我们拍照，方法的拍照的话，就是扎前面啊，对，前面，然后可以遮你的后面屁。阿龙说给你们看裤子，你看这样遮屁屁的话，就松松的这样。讲话好流利哦。有吗？你看裤子，我这一款穿起来有一点短了，170公分的话，可是这款是直爱，对，只是他那时候穿上去之后就说我要，而且它只有杏色，我穿 L 号的，穿 L 号，这款我穿 L 号，因为它我想要它穿 XL， 我穿那个我穿 L， 我觉得大腿这边太合了，我可以穿 L， 但是没有那种轻松休闲的感觉，但是穿 XL 就很好看。腰呢？腰会太松吗？就是宽松，不会太松。嗯，应该就很烦吧？不会啊，很奇怪吧？对啊，对，他觉得 OK， 那一定就是比较小。对，我觉得他的版型比较有比较偏小一点点，因为他这种裤型就是要穿有点宽松比较好看。对，所以其实我该穿差很多，对不对？才会比较宽松。就是看你啦，我觉得你还 OK 啊，这里还是有点宽松的。但是因为我本来想说穿到 L 就好了，但是我希望它是更宽松的感觉，所以我才试穿的 XL。比较起来我就觉得 XL 更宽松，对那种感觉。只是可以穿吗？待会当然可以啊。爱情这件裤，好爱死。好了，介绍完了，我们这是要送东西。不要不要送小懒哦。好，玩笑的。救命！好啦好啦，暧昧露暧昧露。这样子啦，你有一个阶梯耶，对，一个阶梯，我觉得是这样子，就这种。因为我上次有在那个 YG 上面传了一张，我总觉得他连爬上去都好像没什么力气，很吃力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搭了一件毛衣，然后他就长这样子，就这样露出来，我觉得很可爱。这就比较接近我上次传的那个，有一个韩国女生穿的那个样子，他就这边就比较长，然后你里面就可以搭那个。内搭裤，因为你如果这个比较长的话，你就可以搭内搭裤。好韩，对，很好看耶！我觉得这样子搭很好看，就是很不羁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搭在里面是白色的，对，然后它这边不是开叉吗？对，开叉。哦，很好看耶！还很方便摸口袋。对啊，你们钱会放口袋吗？不会。对，就这样子。高领是挺的。高领这是之前的吧？不知道这是之前的。这个还有在线上吗？我也不晓得。有，可是不知道绿色还有没有。对，就是随便抓一个色，因为这是我自己的。自己。对，我自己的。我觉得这个很可爱。
很可爱，好可爱。我们现在要玩游戏吗？好，我们来玩游戏。哎，玩游戏之前我要讲这个，这老板特别叫我们讲的，我们是不是会有一张小笨蛋表？小笨蛋，对，我称他做小笨蛋。啊、我称为什么？为什么小笨蛋呢？嗯，来这里完完全全的会告诉你们，你什么时候订，订购什么时候可以出货，什么时候可以拿到，对，有没有？对，这边有完全。为什么说是小笨蛋表？因为它做的非常的详细，对。怎么了吗？你要看是不是？没有，每一个版面下面都有，我们是每一个商品的页面，你拉下来都会有，你就可以看到。对，在库存表的下面就会有一张这样子的表。现货供应的商品呢，订购之后隔天立即出货，然后这边就会写说，对，这边就会有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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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楚的表。24号买的话，你订的话是25号会出货。然后他就会建议你什么时候选超商取货，反正就是一张非常非常非常贴心的小笨蛋表，小笨蛋，对，做给大家小笨蛋看的，好的，对，好，希望大家这个表，我觉得对大家非常非常，我觉得对大家非常有帮助吧。想要在过年前收到的话，对，你会想知道你现在订到底什么时候，你什么时候收到，你才会知道说你要选哪里的超商取货，你是在你的。你是回家乡吗？还是你还在还在外面的地方？对对对，对对，然后去选择，好不好？哦，你出现了，伴娘出现了。伴娘怎么？有想的，有伴娘有伴娘，这像是伴娘会做的事情。伴娘很忙的，要帮忙拍照。伴娘很忙的。他们要做非常非常多事情，很多事情。然后拜别，然后在旁边哭。对，然后每次看伴娘都穿得很漂亮，然后头发就这样子，这边是要帮忙弄东西，对，要搬东西，又要弄东西，又要帮那个，很累。请问绿色毛衣是哪一款？我好像有那个货号，我会先讲一下。好拽哦，小编这就是快。我听了，这里在邀功。好好好，我们是不是来玩游戏？我们来送那个。我们来请大家品好茶，品好茶，它叫做什么？品好茶给你喝，品茗茶秋好。我们到 FB 玩游戏哦。来，我们来高山红茶礼盒。对，我们来玩游戏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们要先玩。你要先玩哪一个？我们来玩随意领好了。为什么会有随意领这个东西呢？我们随意的抽一个人来随意的领吸，好不好？我们玩游戏。想看灰色，我们等一下。好适合你哦，今天就是很随意。我赢在穿哈，有点热，我先把这个脱掉哈。我是穿 L 的。好想赢。这个版型，我的裤子比较小。那版型比较小，所以我穿 L。L 对，他穿 L 的。来，谢谢。没有一次赢过。那你要继续姓就是名字。